得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有包茎的时候，记得它会藏污纳垢，记得每次洗澡的时候把它拉下来，然后把它清干净。因为这是小胖跟我讲的。小胖有包茎。对。都录下来。不要爆。你有没有觉得他知难味很重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 桑，这次我们请来的来宾是绿眼镜 ，A.K.A. 手枪王。你也不讲话。哦，嗨嗨，我是手，我是绿眼镜。那这次我们合作的计划，并不是要教大家如何打手枪，我们这次合作的计划是如何让你剪完一颗发型以后，看到就会想打手枪啊，不是，别人会想帮你打手枪。哦，这个很赞，这个是不是很需要？这个很需要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打手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在干嘛？我只是摸摸看头型，我很直，个性很直。所以你靠左，我是左撇子，我是左撇子。可是有时候整个缩到很小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左还是右。缩到很小，废话，左撇还是右撇？我已经现在摸下来看看，好久没看过你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讲重点啊。好，开始哦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到绿眼镜头发。其实绿眼镜它这颗头在上一颗头的时候，其实有些地方剪的有点奇怪。那我们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。现在绿眼镜它的这个头型啊，它在两侧的地方它是推得非常的高。我所谓推得非常的高，不是这个地方，而是上面这个转折点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从这边这样看过去的情况，它会整个往里面收进去。那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发型，而是说这样的发型，如果我们把它全部抓起来的话，会非常像一颗洋葱，因为它两侧的地方到这个转折处，所谓冠区的地方，它已经被推掉了。它这个一推掉了以后，然后把头发往上抓的时候，它就成一个尖的形状，类似蛋的形状。那这样的发型，如果在学理上来讲的话，是有带一点像墨西干的发型。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墨西干的话，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。如果对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那 Ken 长接下来就也会讲到这一块。好，但是我们要回归到重点。那除了抓起来会像洋葱以外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绿眼镜的头，因为它两侧的这个冠区的地方它被剪掉以后，我们现在呈现看过去，你会发现它头很尖，这种感觉就会有点像包茎的感觉。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形容，因为这次我们的计划是跟绿眼镜来合作。那因为绿眼镜的它的频道有一些包茎，对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只能用这样子来告诉大家。因为这种太尖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说观众有些人如果脸太方的话，在剪这样的发型的时候，这两块就会变得更大，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让它变成一种梯形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腮帮子变得特别大，所以这个冠区的地方它变得很重要。那绿眼镜今天来到我店里面，然后要来剪头发，其实我刚刚看到他的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为了要弥补这种问题，这一次再帮他去做这个头型补正。那这个头型补正，这个剪掉的地方，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感觉不要变得那么像包茎的感觉，也不要让他那么感觉像墨西干的发型？其实我跟很多人讲，有很多人喜欢把旁边推掉，有时候这个推得太高了，然后刘海又想剪短，那剪短以后，它并不会像柯震东那样，就会非常像大陆干片。大陆干片的头基本上旁边会推得很高，然后刘海的地方会剪得很短。那些人大概会穿一些衬衫或是九分裤，然后穿上豆豆鞋，然后牙齿就是可能有些是掉的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。然后就是拍一个就是什么，他很努力工作，然后最后被女朋友甩了，然后女朋友跟一个有钱人在一起。我知道导演甚至跟我说我要飘别地方去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回到重点。那这次我要帮绿眼镜去做这个包茎头壳头型矫正。那我这次在做裁剪的时候，我会把上面的地方把它修短，因为他这次来剪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任何限制，唯一的限制就是希望他剪完这个头，有人可以帮他打手枪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就要如何让他变帅，如何让他可以让别人帮他打手枪，而不是自己打手枪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哎，我真的很担心这部片会不会像黄标。各位，其实我们是一个优质的频道。对对对，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只要用别种方式来去告诉大家如何去多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到底是有包茎还是没有包茎。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有包茎的时候，记得它会藏污纳垢，记得每次洗澡都会把它拉下来，然后把它清干净。因为这是小胖跟我讲的。小胖有包茎。对。不用管这么多，这是事实。好，那是因为长大太痛了，不敢去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怕痛。可是人家都包茎容易早泄，对不对？你一开始接触这一块 sex 这一块的时候，会容易早泄。那会流脓吗？靠，你又不是神经，为什么会流脓？是因为有亲嘛，对不对？会拿湿纸巾亲的，一定要。都拿湿纸巾亲哦。所以我说飞田新地会帮你拿湿纸巾。
不会啊，这不用到费心量。好，开始，来，我们这次真的要看到绿眼睛把眼睛脱掉。哦，对，跟阿神一样就没有分体。没关系，现在不是绿眼睛，现在包金，下次可以戴包金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哎，割包皮喽！来，我们准备割包皮啊，割包手术。啊，记得一件事，放心，割完包皮回去不会痛。可以啊，很痛会吧？很痛，你只要不要卡胖，我的妈的，你要卡下去，真的是一痛到爆。我是没有包金啊，可是我有看过我朋友包金。你为什么会看到你朋友包金？就是你知道我，如果我们100万订阅的时候。好好，小胖刚才发誓，如果大家能帮助我们100万订阅的话，我就去割包皮，现场直播给大家看。然后把我割了啊！对，抽我的皮给大家看。抽奖跟好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重点。那我们现在哈要开始正经一点，我现在突然要转换一下心情。好，我来正经啊，因为毕竟我们在动手术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身心灵，要不然的话不想割错地方，割到肉就麻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个头壳补正，因为现在绿眼镜的头型它已经剪得太高了，那我们先把旁边先做出渐层，想尽办法让这边太凹进去的感觉把它补正，尽量让它呈现垂直的状态，虽然有点难度，但是片长就是就为了它未来有人帮他打手枪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目前要帮绿眼镜打手枪已经突破40万了。完蛋了，等下寒酸到我这边流泪。我是10月份的时候拍那个打手枪的影片，然后莫名其妙在12月才爆红，就那部影片莫名其妙12月一堆人看，然后我订阅就开始疯狂成长。就是一周不打手枪，然后我想说那就来拍一个一天打7次手枪，然后就是这样来跟着爆红，就那一支也蛮重的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正值跨年直播，就是那个大休息，对，就是2018跨到2019的那个，然后那个直播那时候我才10000订阅不到，然后那时候的那个直播观看人数是我到现在最多的，我记得有2000多个人在那边看。好屌！2000个人看你打手枪，2000人跟我一起跨年。哎、欸，我啊，后来是失败，我没有算好时间，太快射出来了。对，就是。那创频道原因是因为那个之前有在台北艺穗节接一出戏。然后我拿到的角色就是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那时候就为了做角色功课看很多 YouTuber 的影片，结果看了好几个礼拜，我一直没办法抓到底 YouTuber 到底怎么样子，然后我跟大家讨论说，那不然我自己做看，他说可以，然后就自己做。原来绿眼镜是走艺术。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拍一些小短剧啊，因为我们社团就是拍影片的。原来你是个文青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不，我们拍的影片是垃圾影片、干片，对。很多文青都是假文青。有很多文青就喜欢无病呻吟，这种感觉很像60年代、70年代的黑客。那个年对，你在讲自己的言论啊。所以70年代、80年代中间一整段的时间，就很多垃圾。观众在座各位都是垃圾，还蛮帅的。对啊，很难剪哎。其实你的头很难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发挥空间很小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我要该如何剪，还没剪完。日本日活早期在战前的时候，就是拍一般电影，可是，在战后之后，他因为经营不善，然后他就开始一直下降，因为电视开始普及嘛，他就开始拍短视摄影。日本有一段时间很多短视摄影电影，因为其实有很多电影公司经营不善，或者说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就开始拍一些短视摄影电影，很多啊，那就跟我的 YouTube 一样。经营不善，然后你也是软色情吗？要打个手枪，拍个软式色情片。二还蛮帅的，其实。眉毛都修了，包巾都开了。一波，大佛来，大佛驾到。大佛。好功夫哦，好功夫。那我们今天头发剪完以后，也不是说头发，我们手术完以后，我们要包扎，对，我们要稍微弄一些，就是大家做一个完整。要敷药，要敷药，不然好容易。我们剪完以后就开始敷药。你干嘛叫我这么乖？你干嘛？因为我有脑袋有画面。
你又不是，本来是艺术的。虽然我没有割过，没关系啊。你号召大放，我可以把我割脸上，回来。你要割下来包皮，还可以送别人。留言抽三位啊！在整理这样的发型的时候，重点是上面不要抓起来，全部往右揉，然后刘海的地方稍微往上，让这个头想办法呈现一个比较长方形的长方形的结构，在视觉感觉就不会像你刚刚这样包金的样子。只要没有限制的情况之下，割是可以剪的。摸，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帮绿眼镜的那个包皮处理完了以后，我们帮绿眼镜就做完手术了以后，大家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，它在整个的头型的轮廓，它已经不是属于尖形的了，它已经属于比较长方形的结构，在这个冠区的地方，我刚刚处理的非常久，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这个点跟这里的这个下巴的这个咀嚼肌下来的这个点，一定要能前呈现垂直的状态。那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绿眼镜这整颗头的外轮廓的样子，来，我们可以从侧边看，这后头部的弧度我也把它全部都做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想跟他对眼？没有。他行资进嘴巴上去，可以转两次。弄他。手术后的试验。对，没错。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，我也把它眉毛稍微修过，因为绿眼镜其实它本质的本体条件其实蛮好的，所以它第一个五官其实蛮深邃的，所以它眉毛的地方它也特别蛮浓的。那我也把它稍微把它修过，眉毛只要感觉干净利落，那整个人就会有神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绿眼镜的本体给它戴上去吧。赤眼镜本体就是变丑的关键，大家是觉得这样绿眼镜看起来长得还不错，这样不错哎，蛮帅的，变得好干净。好。不要开玩笑，还是把绿眼镜带回眼镜好了。大家都戴上眼镜就变很帅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差很多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哇哦，我现在才看清楚我的头发，是没有那么像包金了。整个都想要帮自己打手枪。哎，没有，每天都帮自己了。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啦，蛮屌的啊，哪里屌？就是更屌啊，从屌变成蛮屌的，也没有剪过这种发型的。那、啊、因为我通常就是去发那个理发店，就直接跟他说，那就两边推高，然后大包，然后就很快处理完，就这样。那不知道我对头发很不在行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设计。然后这一次刚好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在专业人的设计下面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然后哇，明天直接班上秀一波、啊，你要直接秀打手枪。不是的，我说，剪个新发，有没有帮我打手枪？哎，我言归正传，那我们这次还是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绿眼镜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因为其实我早就想剪他的头，因为他的头就是真的不太行，所以我就帮他处理一下。对，好，你戴上，对，帮他处理一下，没错，帮他处理一下。那如果大家想要帮绿眼镜打手枪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记得，如果大家有包茎的话，一定要去割，要不然它藏污纳垢以后，很容易得阴茎癌。记得最后，大家记得要订阅绿眼镜的频道，那也要记得订阅片长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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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